Nice to meet you, 老郑，你 come on。 Nice to meet you too。 我呀刚 come。虽然08年奥运会离我们还远，但为了协助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，希望市民朋友们积极学习英语，做一个能为外国游客讲解中国文化的友好公民。Eat 了吗 ？No eat。No eat。Go home eat 吧。随便拜啊，随便拜。孙师傅早。哎，孙师傅好。你好。孙老师 ，morning。你什么口音呀、啊？多大年龄了啊？瞎折腾。你叫瞎折腾。英语是世界语言，你岁数大了你不懂。秃字白。我岁数大了，你还大我两岁呢。早。嗯。早，孙师傅。嗯，早。回见。好，回见啊。哎，来了啊。嗯，两位老师，咱们现在要求用英文。英文别忘了。Nice to meet you, 老郑，你 come on。 Nice to meet you too。 我呀刚 come。 你怎么累他了呢？哎呦 ，back， 那骑的 me， 咱 walk 吧 ，OK， 哎，啊，那。我去打点儿 water 啊。Nice to meet you， nice to meet you， nice to meet you too。早，师傅。早。你们两个得空啊，教我几个英语单词。你怎么突然想学英文了？哎，师傅，那我昨天说送您一本《中华瓷器英文大全》，您干嘛还要骂我呀？说什么大半辈子都过来了，这黄土啊都埋到这个脖子根了，那学什么英语啊？不学，真的，师傅他昨天，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？我错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要想学，我教你。先教我一两句常用的。哎 ，sook， nice。S I L K， so this is Qing， 这是清朝的 sook， 墨水，哎，你赶紧过来考考我，趁着我现在都记得住啊。嗯，绣花，E M B。EMBROID， 哎呀，这个也太长了，这比丝绸长多了，太难了。合着人以后外宾来了，你就只给人家介绍丝绸？算了算了，你别考我了，你还是让我先慢慢的学吧。